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叔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办一个 Q&A 的活动，200订阅的 Q&A 活动。没错，各位观众，从我当 YouTuber 到现在已经过非常久了，然后从来都没有办过 Q&A 活动啊，就是没有回答过各位观众想要问的问题。那么从0到100，再到100到200，这过程呢，其实非常的艰难啊。因为说真的 ，YouTube 真的不好当啊，因为拍片、剪片，然后还会有一些酸民，但支撑我的一直以来都是那些支持者。OK， 那200订阅这个数字呢，虽然对大家来说可能不算大，但对我来说已经算非常多的。那么这部影片主要是要来收集各位观众想要问我的问题，那么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。留言想要问我的问题，我会额外再拍一部影片来回答各位观众的问题。这就是200订阅的 Q&A 活动。OK， 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